那装可怜要怎么装啊？你现在这样就够可怜的了。不过呢，说话语气上面你还可以再嗲一点，像这样啊。雷师兄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哟，你这也太像个女子了吧？哎，对，像个女子就对了。要不，你来学一学。 我帮你看一下，师兄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怎么了？那个文斌，你演的真像啊！像什么呀？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